我是刚刚列赫的那130年八月四号，瑞芳红桥路10:18，抓八月四有列车了吗？啊，一样，我先280拍完就不撤了，然后21下午还可以，21一样，那样子5点大概都30-40分钟起跳，大太阳会热死。好了，280次抓了拍到，导流发都将汉阳花莲的13-12，280次。在瑞芳，然后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你要死！88英尺左右，发射中，看见啊，花莲13-12，看见你要死了，连豆成样，绿色带新痕迹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在瑞芳红桥通过，10:19，8月4号，谢哥刚刚的电报拜。